先投票吧，三、二、一。三票，三票啊，三票通过，三票没通过。哥。你好，穆老师。他要撕掉才能通过。没有，太兴奋上头了，上头了，上头了。哦，因为刚才他们跟我一交流，我就稍微有点晕。告诉我们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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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。然后我觉得 OK。晃晕了。还是说一下我们看完了以后的感受好不好？我投这一票，因为力度、速度、情绪跟剧情都满分，给我的感觉。我也觉得都特别好，只是想看一下后面的作品。王一博我记住了，本来我觉得他是最帅的，结果哎，好像想一下又没这么帅了。我也能原谅他，原谅他，因为他也是为后面的选手着想。好的，那也就是说，接下来的选手还是有机会。还有谁不服？七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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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办法了，已经 hold 不住了，在那边。七哥太靠后了，毒鸡来了，小鸡，小鸡。都在跑我们啊，那无所谓啊，比赛嘛，就要这样。来，运气的时候来了。座位还剩三个。鸡哥又回去了吗？聊了很多遍了，没有他一次啊，你知道吗？我鸡哥人都要没了。我是来自河南郑州的赵海杰，是来自钟汉良老师介绍的。虽然真的只有增加三个位置，但是他们的默契啦、控制力、他们的表演其实真的没有瑕疵，所以你只能把剩下的三个位置都给他们。哇，这一下人数就满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那还有这么多人没跳。那鸡哥太难受了呀。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完全跟你事与愿违。知道吧，事与愿违，完全没有机会。我觉得等到最后是最难受的，跳都不能跳了。杰哥好像他那个搭档他一直下来好像就是赚不到钱。还有那边小苏也是，因为当时扣二的人也太多，也不一定会撞到你。就是排到最后面，其实对于舞者来说是身体然后心理的一个煎熬嘛。他们都很可惜，就是其实跳得很好，但是没有位置了，那他们之后可以怎么办呢？帮我麦开一下，麦开一下，麦喂喂喂，喂。
喂，哦，好，谢谢四位队长，谢谢黄渤老师。现在我们60强的座位已经全部坐满了，意味着我们的这一场的正式赛已经结束。之前想过，万一有选手没有表演完作品怎么办？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加时赛的方式。接下来是由没有表演过作品的选手一一表演他们的作品，所有作品当中最多只有一支作品可以进入到下一赛段。这还有机会吗？只有一个。我觉得其实加时赛给予了舞者最大的尊重，能够让他们把自己精心编排的作品放在这个舞台上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就是三组选一组，还可以表演。突然间就全身都是力了，我就站起来，我就走准备一下。各位队长好，我叫戴戴，然后是从我们一星队长的街道来的。今天的作品是我自己想做一个融合的东西。Let's get it! Come on, come on! Haven't seen the well-to-do upon Lenox Avenue and that famous thoroughfare with their noses in the air, high hats and narrow collars, white sats of $15.是 popping 吗？感觉好像在跳百老汇，还有加上一些 house 啊一些东西在里面。下一组，小苏，小苏，走起来，上。We'll be right back.